拍完了举一下手啊。用擦的手啊，就拿着手背啊，对。苏萌，你刚才不是还让你上去吗？你我是小白啊，小白。啊，听过这个视频我就过来了，我这些我都不会。你们俩都是福建的吗？是不是？上次俩福建的，有一个班俩福建的是学的相对比较好的，都已经开始，已经转化生产力了，对。啊。说的话今天不好。对，陈班长500-500的收了已经，反正。好了没有，陈班长？又在夸你了。陈班长没说话，估计在好好的拍。好了，我们不知道落的对不对。你们到时候如果排的对了，都其他的排完了没有？李同学昨天晚上飞机是2点3点到的，到了酒店。到了酒店5点了，也睡眠不好，嗯，勇气可嘉，啊，看来是原来是正儿八经的练过了，啊，但是已经排错了，现在的吧。不是现在的饭，不是，因为好多忘了。那你这个，那你也敢收费？你忘了都？哎呀，不会排盘就不要收费。啊，是这是心理标准，门错了。哎，我来排，来排。你这个这个。中午再睡一觉，下午能清醒点。讲一遍，等一下讲羊排羊盘哈。你们到时候没主动的，我们就挑哈。你们很认真听哈。说不准让你们谁上来排哈。两个数字，两个，啊，首先呢，排盘呢，大家可以先把地盘杆排出来。地盘杆排出来之后呢，其实好多信息，如果你排的时间久了之后呢，就有些信息都能看出来了。六局，从前宫开始吧，啊，哦，己，庚，辛，
鬼丁丙乙，排完了之后我们找选手鬼四，鬼四下一个什么，是不是甲午？又是甲子吗？到最后一个了，看到没有？那一定是甲申旬空的五位嘛，所以就是你一过脑子，这个一看鬼是特别好找的，那就甲申庚，庚在巽宫，是吧？啊，那天府，我去，啊，这就直接出来了，鬼四十，那直接把天府直接就放这儿，符就在这儿。你看，鬼，这件事情引起的实干，看到没有？往这儿放了，懂不懂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事情的，所以往这儿放。大家去排的时候要想为什么哈，在这儿开始的符，然后就是天符。啊，这个神是阳的顺转，阴的逆转，啊，星和门都是顺转，不要弄错，啊，所以我们先把星填上，这个李同学是虎旋地天哈，你虎白虎跟玄武的位置记错了，嗯，然后星和神排上之后，我们说了哈，星和门是比较大的，他每个人呢具体事儿都会带秘书，带人来去做事情，对吧？好，天府这儿他会带谁？带他宫里的这个信息，有点庚，嗯。天鹰，这是丁，天瑞是壬，按天瑞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阴盘，有个天琴星，天琴星是阴遁，是跟上这个天瑞走的，所以他在这儿啊。天琴，天琴是几啊？天柱乙，天心戊，天蓬癸，天瑞丙，天冲心啊。很多同学到这儿是没有问题的，一找知识门出问题。知识门在找的这里边啊，有一个什么呢？顺逆的事情，顺和逆。阴遁呢逆，阳遁顺，从哪儿开始？从他这个巡守开始。巡守是不是在这儿？是吧？一，这不是甲吗？对不对？甲乙，哦，这个一画数字有变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懂了没有？懂了没有？但是其实是看到癸，你就不用过脑子，就在原宫位，你知道吗？数一圈回来正好在原宫位，所以一般呢，你要看见鬼什么，就不用找了。所以等一下下一个盘一定不能给你们找一个鬼什么的盘，开头它也浮银，对吧？甲什么它是浮银，啊，如果是鬼就在原宫位，但是你得知道怎么找，啊，这个是技巧，但是你得知道怎么找，就是以它的原。知府的员工位开始往下去数，顺的就顺着走，逆的逆着走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是吧？就出来了。那么也就是员工位的就在员工位，
本身引干呢有三种排法啊，常用的是三种啊，有些特殊的也有哈、啊，什么丰厚啊、诸葛呀、啊，它好的有一些特殊的，我们不说它，就是常用的。我们用的是什么呢？门带过来的，门主人事啊，人事，所以他是过来做事情的。那么这件事情引干引嘛，引动这件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。这个，所以一般的引干，这个引干就找门宫的那个地盘干，门复印就不用找了。就在那儿嘛，就是本来的事嘛，就是本地发生的事引起的这件事情，对吧？那你就不用找是什么？大家对一下，你们的都对吗？小赵对不对？门落错了，门落错了是吧？会容易，就刚开始排指使门的时候，好多容易犯迷糊，因为就是没有想明白了。为什么是往那儿排？就是你要明白，它跟知府其实一回事。府呢，直接是天干在那儿，我就去那儿干了。指使呢，是它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整体的事情在怎么样子？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叫知府是开始啊，指使是结尾啊？就是因为他在跑完了，跑过来了嘛，就一路干活，干，把这事儿干完了，到这儿来了。明白了没有？哼，哎呀，哼，排错了。哎呀，你们这，我白夸你俩了。啊，不甘生你是不是原来的不甘教嘛？我想知道。哼，你这反正是干什么都是不干。哎呀，哼，那现在线上的这个盘有没有不会排的？等一下，我们再排一个羊盾局，啊，真是你啊，哎呀，你就，之前的视频看过没有？不会排，等一下排羊盾局的时候再跟上过一遍啊。哇塞，你都忘了，黄同学，好吓人哦。那你断卦能准了呀？哎呀，你们是谁主动上来呢？还是待会儿指定呢？我告诉你们哈，来的好处就在这儿，其实不怕错。我相信李同学在排的时候，最起码八神的位置他就不会记错了。加深印象，来了以后磁场就不一样。所以第二次的机会一定不能给李同学了啊。对，谁来？哎呀，可以，哎呀，哎，线上的再画一下，画一下杨二局啊。
起。之前的说是会奇门遁甲的，你知道吗？就要在手上排出来，啊，然后直接在手上就推演在那儿，都不往纸上画，往纸上画都不算本事了。你确定你的八神对吗？阳局。是我教你，别表扬你了，就不能表扬啊！你这就往上走嘛，上走，致命的问题，把神都摆错了。我自己看，你在上面点就行。我刚才都告诉你怎么点了，他哪个旬在哪个旬，他找见刃不是往下翻就对了吗？从甲开始往回捋就行，顺着来。甲是这甲乙丙丁戊嘛，啊，那怎么排的？甲乙丙丁戊嘛，然后甲是就是六五四，不是那样子，不是那样子，在这上面嘛，那这不是甲乙，没有甲乙，没懂丙丁戊，对的，对是对的，但是你排的不对吗？你不是你手上排的不对吗？不是我是那个按照巡手这么推的，好，对，是六七八九，六七八九十一嘛。你看，对，先盘带，我排上。折的东西，啊，是吧？
写个马字就行了。嗯，学过绘画，谁画完了？啊，林同学画完了。小崔也画完了，看一下对不对？又没对，不一定是你的错。会画吗？会画吗？哎呀，我本来以为这个盘是不用讲了。哎呀，来，我们先过这个，过了这个再单独跟大家讲怎么画啊。还是一样，首先呢，阴二局，我们找到，对，阳二局啊，先找到坤二宫，啊，宫的宫数大家都记得吧？啊，一定要这个是不能错哈，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午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啊，这些是不能有误的，误从这儿排起。阳局顺着来，戊己庚辛壬癸丁丙乙，没问题是吧？它的地盘排的没问题。然后找巽首戊申啊，好多人在找巽首比较吃力哈，我告诉你们哈，巽首呢申是不是在这儿？可以以这儿为甲，往回数，以甲把它作为是甲，甲乙丙丁戊，数到戊就是这旬了，就是它不是戊吗？你数到这儿就是这个了，这儿你再把它换成甲，就是甲辰旬，明白吗？但是你一定得知道手放这儿了啊，这是寅，对吧？哎，放这儿了，这是酉，你别到这上面放这儿了，哎，什么？那你要不知道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，就是你必须这么去排它，就比较简单。嗯，这是倒着来嘛，还有一个顺着来，戊申是吧？你戊己庚辛壬癸，空俩甲辰，啊，其实倒着来的话会更简单，明白啊？现在会了吧？今天早上一定得会了排盘哈，你们来的，一定要会了哈，不要再让我给你们讲。这个为什么要学会了啊，要水平要提升，就是这个是核心的核心啊。找到了甲辰旬，是甲辰壬，这是六仪嘛啊，大家都记得嘛，那就找壬在哪里，乾宫。那么乾宫的星门要知道是吧，天心开门，知府知事，没有问题。啊，那在午申时就直接放在地盘物上，就是知府。啊，知府。啊，然后知府是天心放过来，是吧？啊，辛彭壬冲，辅英瑞柱。啊，天琴漏了。啊，阳盘是在天壬这儿。嗯，啊，写到这边了。啊，对，在秦末嘛。啊，写过来，然后把心带过来，也写过来，啊，然后把这个八神排上，八神是阳局顺着来哈，阳遁顺着来，伏蛇阴六啊，虎玄地天，阳遁里边叫勾陈跟朱雀，啊。就是勾陈朱雀也可以不换哈，也可以，这个也不错，但是呢换了之后呢，这两个你比方勾陈具有白虎的性质，朱雀也具有玄武的性质，但是勾陈有它特殊的，你看这个勾是个勾字，所以你如果它正好是临的艮宫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临的勾陈的话，这件事情是有牵连的，对吧？好，那这个朱雀，朱雀代表口舌，如果临到这边说口舌有关，文化有关，是吧？你比方它这里边你看没有经门，没有对宫的一些信息嘛，啊，那你朱雀这边可以就是跟口舌有关，因为天鹰本来也是文化类的嘛，那跟文化类的口舌，你就信息点又出来了。
是吧？玄武呢是迷糊嘛，相对来讲学不明白嘛，对吧？有点犯迷糊嘛。这信息，哎，这个会更贴切一点啊，就是丰富多一些。有的时候我们解盘也解不到八神上来，所以原来的也不错啊。排完这个，然后把天盘干排上，天蓬乙是吧？天刃丁，天冲己，天府庚，天应戊啊，这都不错。然后到了找知识门，知识门呢，看哈，这是甲辰旬，对吧？甲辰旬认识在乾宫，在这儿，是在这里吧？顺着来的嘛，是吧？甲乙丙丁戊，没问题吧？排这个没问题吧？好，那就是在坎宫啊，再把开门一排，开修生伤度也经子经开一排，可以的。我们给小赵个掌声吧！哎呀，可以啊！你看小赵没咋学，我跟你讲哈。干炒了一个鬼，就是那种开门，开门啊，引干是吧？没关系，到后边引干都不用排，你一看就知道。再后边什么呢？更简单，就是排盘排的可干净了，就是一看都知道，什么空王啊、一马呀、啊，因为你一看啊，这不是申子辰马在寅，不就出来了吗？申子你说亥卯未马在巳，是吧？戊申，那你空的不就是寅卯吗？就是所以有些东西不标你都知道，但是前期呢，我们尽可能的标，而且手机排出来也会标哈，所以大家也不会这种错误也不会出现。逻辑是我们要知道了怎么排，你再跟你讲解盘逻辑的时候，你能听懂，你不会乱。子正跟我讲说，师傅跟你学了之后，原来我还会断，学完以后不会断了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知道的信息点太多了，乱了啊。这些线路都是平行的，他跟你这么啊，相交就错了嘛，一相交不就是个错号吗？啊，各走各的，你只有把这些底层更清晰了，那你就错不了啊。来看一下现在的天干地支，我们排一个现在的盘，是再给你们个机会呢，还是怎么？不给你们机会了，我想想，我给你们讲一下，是吧？整体的讲一遍怎么排哈。线上的人好好听哈，之前的都讲这个排盘讲过很多次了。我希望这次大家能学会哈。林三啊，如果这个盘哈日干时干上了局的话，你就看到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对冲的，有冲动的，这个局在动，子午冲。看到没有？一看就知道。而且你看什么呢哈，这个这人就不干一件事情，一定是干两件事情，这不是他吗？或者同行也多啊，就是光写个这个八字这叫就你就四职啊，你就好多信息就出来了。卯戌合啊，卯戌合。哎呀，你我这现在以为你都会了，你一讲我都得反省一下，看是不是我记错了。阴三，好多人呢在排盘出现的第一个的问题是记不住宫位
啊，线上的同学有多少在的？来打个一，我看能不能超过十个。你会不会排盘啊？我知道。好，我看到了天官赐福了。行，天官赐福，你不会排盘啊？来，认真听啊。啊，可以。哎呀，我看到好几个不会排的。先有一个宫位数，大家一定要记得，这是坎一、坤二、震三、巽四、中五、前六、兑七、艮八、离九。这个首先，河图洛书里边的数字哈，这个要求大家一定就是印到脑子里的，这是哈。不能任何忘的，因为这些数字本身我们要用，在应期上会去用。曾经三班局里边有一个女孩问他一个卦，啊，讲到了说是会罚多少钱嘛？我说四数，啊，上午抓走的，下午派出所里放出来的，罚40000块钱，啊，就是这个数，在训功当时那个数，知识在这儿。他的年命在这儿，指使克他，抓了，但是什么呢？通这儿能化解，这儿有物，他生这儿生花了，花钱的事儿，通关了啊，那四数哈，40000，啊，所以这个数大家一定要记得。阴三局怎么来的啊？这个你就要讲这个了，大家就头疼了，这个也头疼了啊，24节气推来的。你只需要知道是几局，你只需要知道这儿怎么画就行了啊。原来正常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在学排盘的时候，排盘学2天，还得翻日历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拿手机出来查说是今天什么什么日子，哪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没有，翻万年历翻啊，光知道年月日时，通过这个五鼠遁啊，什么五虎遁啊推出来，但是你得翻啊，24节气哪天是什么，你马上得知道，啊，哪天到底下上元、中元、下元，是原来需要学的，现在不需要了啊，你只需要这个知道了。所以你几局你不用管怎么来的，只需要知道现在就是阴三局，这就是目前这个的数字，你一标，把物放在三这儿，开始啊，阴局。倒着来，学会了啊！您的名字写的叫什么？同日学。啊？同日学。你写的光你能看到，嗯。在这儿，3、2、1、9、8、7、6、5、4，啊，就这么排。那五几？写。嗯。壬癸丁丁乙，这就把地盘排好了。地盘会了没有？举手。地盘会了没有？哪里不会？我不知道他那个三为什么放木放到哪里去。九宫位数你不知道是吧？你就记住它就在那儿，行不行？九宫位数是戊己丁，你不知道戊为什么放三这儿吗？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儿是三？就那个戊为什么写三位？阴三局，哪一局就从哪儿开始？三上的戊是有个戊，写的戊在。从戊开始的。九宫位吗？那个叫这个奇门遁甲排盘，要从戊开始，这两个讲了。从对排兵布阵就要从戊开始啊，啊，所以它就是戊己庚辛壬癸，丁丙乙，所以从戊开始。线上的同学地盘干会了没有？有三个一就过啊。来，
会的之前会的不要打，后来说不会的打。啊，不，原来不会拍的打，会了的不要打了。这地盘杆排完之后，我们找巡守丙午啊，这儿啊，对吧？丙午吧，甲乙丙，又是甲辰是吧？甲辰巡哈、啊。好，首先是巡守是甲辰，认吧？嗯，看刃在哪里？艮宫，艮宫的原宫位的天星星是天刃，生门。嗯，我告诉你们哈、啊。光你们把这个生门写出来的时候，脑子里边哈，跟生意有关，跟生孩子有关，跟生什么有关，就是跟生门的相也有关的，你就哎，阳宅等等等，就是你在一写的时候，这个局立哪种的，你脑子里边就出来了，再换算成，他当然他不是过来求生意的，是吧？可能是求的说是。这俩人的感情问题，这俩人的什么问题？但这个生门，你想，因为他是人事儿嘛，一写出来，你脑子边就哗一晃。他一问事儿，哎，你马上就哈跟生门有关的你就出来了，这个他就决定了很多事情。啊，把这一写出来，指腹放在这儿去，因为走到了这个时间点上，对吧？那指腹原来在哪里呢？原来在这儿，对吧？原来在这儿，从这儿开始的。他要去丙，寻到这个时间这儿去，啊，到丙，丙在中午宫，往哪儿放？啊，可以啊，阴遁，飞到哪里？啊，坤二宫啊，去坤二宫，去这里是不是？对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对。啊，确定对的吧？你气的那就太复杂了。你记得太复杂了。啊，对不对？对。确定对的吗？确定对的就是对的。所以中间的特别要注意大家阴阳遁一定要注意哈，要不然容易排错。特别在中间的特别容易排错哈。嗯。